上次刚主买了这个高坎大衣，但是也不能老是穿这身啊，再给它搭配上一身比较帅气了。比如说跟同学去聚会来玩了，其实他已经搭配好一身了，但是我要去给他参考参考。哎呦，零下十度了今天。上次给直播买了面包服，你怕都没有车穿这个呗？你会不会保护呀？哎呦，好好享受，别着你。你看你穿黑了还是白了？又黑了又白了。嗯，白了。我猜你都会穿白了。哎呦，你背这个小兜包可以充电打地。没事，你想呗。他从这儿停到这儿。老朱，这回这个狗都不像你了。俺两个姐弟装今天。哎呦，老朱。今天去接一个老朋友，两年没有见的老朋友，当然大家都知道是谁了。很多朋友应该知道他，嗯，然后我也很想他呀。俺从深造了，从初中玩到这儿十来年的朋友了。是，走去接他。咱俩都认识十年了，那你俩得认识十三年。嗯，十四年。马上来了，马上来了，好久不见，不知道变成啥样了，得有两年吧。这么可爱，为啥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俺们光感觉干净，可像，可可爱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来，抱住亲亲吧，来。来来来，亲两口，亲两口。赶紧让叔叔给你亲两口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咱们先去吃饭吧。走，吃饭吃饭。咱要不要去看电影？老妹儿，你看《深海》吧。我看过了。请你看《交换人生》。咱们《漫江红》俺看过了。那个我看了《流浪地球》跟《满江红》，不是不是，《深海》《深海》相似了，相似了，嗯，想发财了，嗯，不能，俺跟俺们认识十四年了，以前帮我背过锅，背锅，就咱去吃饭吧。俺爸妈请客了，我说了，我说俺们回来了，我说你知道，俺妈说知道。没有往外面。别说了。今天俺妈生日，咱还请咱吃饭，你看。我属于姐妹儿都姐妹儿都说俺妈准备请吃饭呢，好吃，大宝宝，大宝宝，今天家大人没在家，俺仨在这儿当大王，俺妈回老家了，俺仨，我那要磕的脸都红了，把家霸占了，嗯，打算干啥？俺们再吼一声，我感觉我也有，就是一咳嗽，不是一说两句都会咳嗽，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。我感觉估计一半儿，闷闷儿，一半儿。我刚跟你说啊，好些人应该知道闷闷儿，嗯，之前走着俺去送的，去北京，嗯，当配音演员了啊，也很棒。没有当，没有那个坚持自己的梦想，是不是坚持自己梦想，而且坚持到底的人都值得敬佩。嗯、对，俺们儿之前对配音有兴趣，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专业的配音员了，很棒。不专业，不专业，不能瞎说，不能瞎说。也配了很多角色，有可能看哪个电视剧就是他配的啊！不能瞎说，别吹。